提到庾澄庆，相信有很多人还是对他非常熟悉的，但是熟悉他的人一般都会叫他哈林。曾经在出道的时候，凭借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《情非得已》等歌曲一举成名，而这两年更是在《中国好声音》担任常驻导师，事业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。虽然在事业上顺风顺水，但是在感情上，哈林曾经也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。伊能静和庾澄庆曾有过一段长达9年的婚姻，并育有一子，但是却因为伊能静黄维德牵手门，两人的婚姻宣告破裂。之后哈林遇见了现任妻子张嘉欣，哈林和张嘉欣年龄上虽然相差了14岁，但是并没有阻挡两人在一起的决心。那张嘉欣到底是什么来头呢？张嘉欣在台湾民视新闻台担任新闻英语主播长达13年，不仅长相漂亮有个性，而且精通4国语言。因为出台的条件，张嘉欣从一开始的外电编译被提拔为英语主播。除此之外，他曾经任职为亚多励志饭店总裁特助，可以看得出是个妥妥的学霸。他家中还有2个姐妹，分别为姐姐张嘉和、妹妹张嘉恒，三人的外貌都很出色，不禁让人感叹家族基因的强大。虽然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哈林如今也是非常的幸福。最后希望庾澄庆和张嘉欣能够携手进退，一直幸福下去。